不愧是有得名过的曲子啦，难怪这么厉害，蛮不一样。那你还记得我们那天去听学长姐比赛的时候吗？看你怎么了？哦，你知道那个学长姐他们啊，比完团体组就去吃午餐了，然后只有一个人留下来陪我听演奏组的比赛啊。是我。哦，对啊，可是你留下来听就算了，你竟然在旁边给我睡觉。哦，没有啊，是台上表演太好听了，太好睡着了。太好听，可是你睡着了还给我打呼哎。那一定是超级超级好听的。哦，好吧，其实演奏就是这样啊，欣赏人很少，然后自己在练习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孤单。可是接下来这首就不一样了，它是由日本的双人吉他团体给他妹妹所写的 One。 这个团体专门写双人的吉他演奏曲，在练习的时候就不会孤单了呢。好，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学长为我们带来这首 Depa Pepe 的 One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彦廷，他是施明翔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二次看 Depa Pepe 的歌。啊？没有很长唱歌啊，没有啦，这是一首前奏很长的歌。对，反正这是一首双吉他的演奏曲，然后是日本一个很知名的团体叫 Depa Pepe。对，那希望等一下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很棒的演出，希望吧。下一首《光路旁的路》，请准备，谢谢。Thank you.